金球让 number 14 number one 巴赫格拉米获得冠军。十四号巴赫格拉米获得中国第一次。谢谢。好，各位网友，欢迎回到腾讯体育为您直播的2015年国际男篮对抗赛的中国队和伊朗队比赛的下半场。这个我们没有欺骗大伙儿啊，在第三节，确实把国奥队的元帅，也是辽宁队的元帅，叫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中，和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第三节的比赛。元帅给我们的腾讯的网友问声好吧。大家好，我是国奥队的元帅，很高兴来解说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呢，我们一块儿都看了这场比赛。应该说呢，国奥队其实上半场表现应该还是能够让大家满意的。那我觉得从球员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上半场咱们什么地方打得比较好，什么地方还可以再进步呢？总体我们上半场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打出了我们在家训练的东西吧，可以说我们这段时间训练的比较好。在进攻方面，有可能刚来到这个场地，命中率、投篮命中率方面可能有点不适应。防守我觉得队友们大家都很拼，对，我觉得下半场会打出我们的水平吧。现在呢，伊朗队是33-32暂时领先的一分。哈达迪策应球，队友并没有接好，篮板球拼得非常不错。其实呢，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就是国奥队这边的半场进攻战术跑得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样呢，获得了很多可以说轻松投篮的机会。对对对。球转得很快，这边在篮下造成了伊朗队的犯规。上半场比赛呢，国奥队这边得分最多的是郭艾伦，得到了10分。之后呢，李慕豪和陶汉林两个内线是各得到了6分。而伊朗队这边呢，得分还是比较平均啊，除了他们的这个巴赫拉米得到6分之外，其他球员呢基本上都有得分，但是没有特别突出的球员。武豪高位刺进球，外线朱元熙获得了机会。今天两次呢，朱元熙的三分球投篮都没有投中。其实像元帅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对场地不是很熟悉啊。对对，好嘛。好，巴赫拉米这边的外线又是投中了三分球。这个时间对于国奥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啊，因为第三节刚上来，对方的手感呢又不错。元帅就平常在训练的时候啊，就是教练有没有就更多的讲过这种在比赛关键时刻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个比赛？因为比赛当中吧，四节比赛起起伏伏很正常，肯定会遇到困难。我们现在队里的体系主要是团队篮球，每个球员都比较无私吧，可以说一个球一个球的，比较耐心。我觉得我们这种打法对这个比赛还有帮助。对，就只要是坚持我们这种集体的打法。当然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上半场赵继伟的这个伤势呢，应该说问题不大，但是今天比赛应该就不会出场了，毕竟这个保护队员嘛。好，看这边郭艾伦不要丢球，在两个人的混战之下，球还是拿回来了，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12秒的时间，好球，中路的突破，11号横一峰这球打得非常果断。这球呢，裁判还是吹罚了对方的犯规，2分打进还要加罚。那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比赛过程中来看，就是我们的突破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就是根据我们后卫球员或者说锋线球员的这个特点，
这个崔指导有没有布置什么，就是给我们锋线球员、后卫球员那种突破的那种战术？我们在队里训练，基本上都是有我们固定的体系。嗯，在接下来这些比赛当中，我们都会按照教练的体系去打，也不会说针对每一个人，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打那个团队篮球，走我们的体系。是。伊朗队这边的外线获得了三分球机会，但是仍然没有投中。这也是看时间不够了，所以采用了一个孤注一掷的这个孤注一掷的出手。哎，这边伊朗队的请求的暂停，现在是36-35，伊朗队暂时领先着一分。袁闪觉得我们在这个第三节前半段的这个比赛和这个上半场有没有什么，就是包括战术层面的这种变化？主要还是双方都没打出什么高潮吧，都比较平稳。主要还是看谁防守的韧性足够，看谁能坚持住这一段。那这比赛呢，也是放了这个三分的时间，咱们可以说说这个其他的话题了。哎，在上场比赛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球迷还是关心，就是说辽宁队的球员。辽宁队的球员就是在国家队或者国奥队的这个前景，包括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像林帅、这个郭艾伦、赵继伟，包括这个可能没有出现在这个比赛像谢霆锋，确实辽宁队是非常的这个人才辈出啊。袁闪，你觉得就是说在国奥队的这个整个比赛啊、训练的过程，对于你自己的提升在什么地方？首先到国奥队来对我的帮助很大，可能我在篮球事业方面也是以国家队为主，国奥队国家队为主，主要能适应一些新的环境和新的体系吧，新的东西能学习到很多。比如说和伊朗这样的对手的比赛，就是说包括接下来的比赛，袁帅应该是要上场打球的，对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应该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对对对，这边很可惜啊，第一次罚球没中。第三节比赛呢还有6分11秒，现在伊朗队是暂时领先着一分。两罚一中，确实像袁帅刚才说的一样，这比赛打得很焦灼，对，很难有一支球队能够打出高潮来。对，双方都不太适应这个场地的篮筐吧。好球，郭艾伦出色的判断，他这次转换进攻，哦，又吹了进攻犯规。其实呢，郭艾伦今天是已经两次啊，在这个运球的过程中被吹罚了这个进攻犯规。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裁判的尺度怎么样？可能也是第一场比赛吧，吹得比较紧，我觉得在有些细节方面。外线三分球不中，好球，这个篮球抓得非常干脆。篮球之后呢，可兰白克这边继续和中锋做挡拆，给到内线单打了，最后一秒的出手打得很果断，很可惜没进。另外呢，我们在场边也是看到了今天上半场并没有出场的这个罗汉琛啊，他已经在场边做准备要上场。双方冠军，中国队上场5号罗汉琛，掌声欢迎。当然我们看的国奥队这边其实后场的储备啊是非常的丰富，袁帅也是
后卫线上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那你觉得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这个后场一个球队中，如何自我能够脱颖而出，赢得主教练的信任？主要还是以防守为主吧。你们球队都需要这种防守里面出色的球员，再加上能融入这个球队来。这边呢，一上来是刘汉琛给内线的陶汉林做了一次助攻。伊朗队今天总感觉他的这个防守啊，有点过于强调，或者说过于偏执的去实现对于内线球员的这种这个夹击，反而会让他在底线出现很多的机会。伊朗队呢，在前场巴哈拉米发球。哦，哎，这球是犯规了。果然这个尺度是一样的，就是你这种球你吹了郭艾伦，你就得吹巴哈拉米。今天呢是三个这个国际裁判的执法，裁判方面还是比较严的。对，其实国际裁判的执法对于我们的这个比赛的锻炼意义，直接晃倒了，对于我们锻炼意义应该也是更大一些。对对。后来强突是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对，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天啊，就感觉我们队员就是在场上的这种活力是非常足的。对，每个球员都比较兴奋。对，克兰白克要执行两次罚球。是40-36，暂时领先着4分。伊朗队继续调兵遣将，他们是换上了12号卡杜斯特。因为这个球员在上半场比赛的进攻效果并不好啊，防守端呢，尤其是对上陶汉林这么强壮的球员，我们防守端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从底线突破没有机会，国奥队呢轮转换位非常快，注意篮板。伊朗队并没有抓住篮板球，之后国奥队进行稍有疏松的机会，这边是推了一个伟力，三秒伟力。确实呢，像刚才袁帅说的一样，我们在防守端的这种积极性是非常强的。就是这一次防守，尽管我们是丢掉了后场篮板球，但是利用自己这种脚步的移动去这个补位啊，这个化解对方的进攻。我们到目前为止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对，反差之后没有找到机会。哦，其实今天伊朗队呢在防守的时候啊，也是出现了很多这种无畏下手的情况。对，伊朗队前三节的防守也是比较凶悍吧，所以说现在比分打得比较低。当然呢，这也是给我们在第三节获得了更多的罚球机会。彭一峰很可惜的第一罚不中。我们的罚篮的命中率这场比赛比较低。对，还是不太，可能是不太适应这个场地吧，也有一部分原因。那第二罚就通过调整是罚中了，5分应该算是今天两边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对对对。
杜斯克在高位两次想要球，没有要到机会。防守做得很到位，三分线外的出手，注意篮板。伊朗的中投还是没有，但这球呢是吹罚了陶焕林的犯规。给大家说一下国奥队目前的犯规的问题啊，现在朱彦希是已经四次犯规了，陈林坚有三次，郭艾伦三次，刚刚犯规的陶汉林呢是个人的第二次，包括贾诚、可兰白克都是有两次犯规。第三节比赛呢还有2分43秒，嚯，也到场的还有伊朗的球迷啊，这是想象不到的。对对对。我平常要打这个亚运会啊，打亚锦赛啊，肯定很多这个对伊朗的球迷，这倒正常。但同样，同时也说明了苏州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对。哦，这球没有吹，哎呀，其实是一个转换的机会。对对。伊朗队呢打得很耐心，连续的外线传导球也是出现了失误。最后呢是阿斯拉尼用一个滑铲把球铲出了边线。这足球动作，对，中国队。哎呦，哎呀，可惜啊，传球太大意了。这个感觉上可能默契上稍微的差一些。我觉得其实想调过对方的后卫，稍微传大了。国奥队呢转换过来，篮板球的拼抢，好，犯规了。那这样恒毅峰是个人的第二次，还好。第三节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在这节比赛里呢，国奥队的犯规数又是倒数了，再犯伊朗队就要罚球。对，双方的犯规都比较多。对。元帅平常这个打球之余啊，看不看这个 NBA 的比赛？有时间的话也看。有没有感觉这个卡杜斯特的罚球像一个 NBA 的球员？这个也进啊，这样的也进。上半场跟球迷开玩笑说，这个卡杜斯特的罚球很像小乔丹啊。这是在争抢篮板球的过程中又犯规了。对对，这球其实不应该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卡杜斯特刚才那个罚球啊，把这个两边的球员都给忽悠了。啊，因为他正面打板进，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常见。好，两罚全中。伊朗队呢，通过一波进攻把分差缩小到了两分。可兰，伊朗队整场都使用了全场紧逼防守。对。其实，在国际比赛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就是有针对性的、非常有全场紧逼的防守。那就教练会在训练中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去给大家做这种准备？对于我们来说都比较适应，因为我们在队里也是同样的这种那全场逼防守方式来训练，所以说我们都比较适应这种防守，就是多练，多这么防。两罚全中。
毛队这边轮转换位速度依然很快，这球吹了卡杜斯特的进攻犯规。这节比赛由于双方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防守端，所以两支球队都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但是很可惜呢，谁都没有能够抓住对方的失误去打出更多的转换进攻。对，双方都一直没打出一个进攻的高潮吧。对，这罗汉琛没有摆脱开，给可兰走步，此球之后呢，国奥队这边是换上了方硕。第三节最后的一分钟，如果能够保持住领先的话，我们在第四节的开局阶段应该能够获得一个心理上的优势。对对，芬迪角这边有机会，哎呀这球，哎也是错进错出啊。对，这种篮板球就不用不太容易抢。就是他从出手啊到这个整个弧度啊看着都特别别扭。 对， 对，方硕一老队的防守抢的也比较凶。对，好，这边底线出现了一个空档，好球，王宇峰的中投命中。哎，这一下呢也是在夹击之后内线出现了空档。第三节最后的十秒钟，注意削球，裁判是吹了伊朗队的犯规。那这样的这个罚球之后，伊朗队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目前我们能够保证说以这个领先的姿态进入到第四节。对对对，在心理上和气势上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对，孙一峰的第一次罚球命中，好，两罚全中。伊朗队呢换下了卡杜斯特，换上了九号，暂截内，换上了一个相对灵活的内线。国奥队逼得不错，破坏了对方的发球。哦，这一下险些被对方打中。那这样的第三节比赛就结束了，国奥队是47-43，暂时领先了四分。元帅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在这节比赛双方表现的情况？第三节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比较平稳吧，没有什么起伏和高潮，双方主要还是把进攻力放在防守上了，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双方的防接球拼抢全场紧逼都比较凶做的，主要还是看第四节吧，看第四节谁能把心态调整好，少出错误，把握住机会。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元帅能够来到我们腾讯的这个演播间，也希望你在之后的比赛中呢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啊，也最后希望你经常来我们的腾讯和我们的网友一块见面聊天。好的，好的，谢谢谢谢。You need a translator. It's really starting to bother me that we constantly shoot ourselves in the foot. Stop fouling late in the possession. We've done that 5 times now.